好，各位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请诸位放掌。好，各位有缘，那非常欢喜啊，也期待我们今天的缘起呢，是源于我们在线上提倡大家来共同学修大势至菩萨的化身，净土的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文操啊。那么确实非常的随喜大家在这个因缘法缘中的同修们，因为呢我们从6月28号开始提起这个活动以来，那么大家呢也踊跃参加啊，非常好要，这也是一种莫大的善根福德啊，当然也具足了这个因缘。那么现在据说是已经入群学习的有差不多11000位同修了啊，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来学过的呢也有好像近40000人了已经，那这确实呢非常殊胜，特别随喜大家啊。当然呢我们也因为这个缘起呢，差不多一个多月啊，以后定在月末的时候呢给大家做一个答疑，解决一些问题啊，提出来一些问题呢具体给诸位一个回应。今天晚上呢第一次正是如此啊，希望我们呢借这个因缘啊，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能在阿弥陀佛啊这个相续的本尊中呢在极乐世界成佛了。然后呢刚好我们你看讲呢是在普陀山观音菩萨的根本道场讲啊，那也算是跟观音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的时候也结下了甚深的因缘。那我们学习印祖文操的话，可以说这个法缘能够相续到大势至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的这个法缘中，将来做他的这个文法啊护法眷属啊，所以呢法界因缘不可思议啊。当然首当其冲入法界因缘的必须要有真切如实的和当下的信心，我们所有的回应问题都是为这个服务的，大家在这个上面呢要有正确的知见啊。那好嘛，那闲话就不多说了，我们循着问题来跟大家做一个回应哈。这一次呢有一些问题，那我们经过咱们护法同修的提炼啊，因为有一些会类似啊，或者会同步，那提出来一些呢我们尽量逐一的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当然呢我们还都是在凡夫啊，那么只有佛以一音说的圣言量是圆满的、圆融的、无碍的啊，是有无量妙义的，是称性发挥的。在我们凡夫阶段呢只能够就着当下的因缘，那足以让我们再断一分疑惑，再生啊一品信心，那这个就算是已经够本了啊。所以说有讲的如果说跟经论里边那么有一些不道之处呢，大家当然还是以经论为主为本啊。因为毕竟那么我呢这个学识还有限啊，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当然也讲的有这个不相应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随顺人隐忍，也算是一个对境立缘对境所修吧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先看一个啊，就是师父，大千世界呢是一心而成的，我深信啊，他说的我深信，当然非常随喜，您说深信大千世界是一心而成，但是他又说，可是上学的时候哲学中提到两种世界观，唯物与唯心，我理解佛教的心与哲学的心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究竟其分别是什么搞不清楚，请师父指点迷津啊。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也是大多数人对于佛教所提出来的新的概念没有一个
境界上的对接啊，只停留于我们在世俗言语的表达中呢，跟那个心脏的心或者是我们起心动念的心去跟他去沟通，所以就算是打了折扣了。首先呢，我们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啊，就是它涉及到一个世间和出世间的关联啊。首先大家要知道，实际上啊，世间学问跟出世间的义理啊，它是在这某些方面是确实是有冲突的啊。世间的这个学问呀，它好像线索很多，但是实际上呢义理很浅，就是经不起推敲啊，经不起论证，经不起反思嘛。但是出世间的义理呢，看上去它条理很单纯，但是它的义理是非常甚深的啊，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做探索和领略的。那么这个领略又要涉及到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位同学的问题，他说哲学，哲学当然属于世间学问啊，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能够反思到哲学的层面，已经算是对于形而上呀，或者一些人生的反思，已经有了一些探索啊，尝试，这已经很少了。真正的我们更多的是投到滚滚红尘里面去现实的生活。所以呢，一说到哲学的话，很多人已经就不来电了。那么哲学的研究中啊，它真正的缺漏，比如说他说到形而上的部分啊，它就是说只有理论的往上推移，而没有真正从心地上的领略，就是佛教里面恰恰提到的佛法才有的修正，修正功夫，圣人境界啊，是这样来看待的。所以我们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比如说我们说唯物与唯心的认识吧，唯物与唯心能截然分开吗？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觉得好像啊，唯物，可是唯物的物质世界中你能离开心的认识吗？对不对？如果说唯心来的话，我光说唯心，可是你离开物质世界的支撑，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中生存吗？或者找到自己的灵性吗？它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只不过我们在理论上把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划分，那究竟处来讲的话，还是我们的烦恼分别心的一个投射而已了。这是世间学问哲学上的唯心唯物吧啊。那么这个佛教的心呢，它首先啊，虽然文字是一样的，心脏的心，可是确实如这个提问者所说，它的概念，它的内涵，特别是它所要投影的这个境界的话，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世间的心呢，你看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呀，心地法门也都给大家讲过了，佛法的心是指的什么呢？是它的广大的宇宙体量。它这个宇宙体量要大到什么程度呢？包括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层面，这才是佛教讲的心。所以有时候把它叫做变法界心，有时候又叫什么佛性呀、法性呀、真如等等诸如此类的，都是表这个佛教经文里边所概念的心的啊。我们世间的哲学上的心呢，要么是研究这个生物的这个器官，要么就是说从心理学上哎体悟当下自己的这种思维秩序而已了，是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佛教里面把它叫肉团心和妄想心，真正佛教里面的心呢是叫变法界心，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它既不是形而上的一种不可触摸，它当下实实在在的就在体现我们的精神和物质世界，全是心展现出来啊。那么另外一个，它也不是当下我们打的妄想，因为我们打的妄想有局限性，它是带着我的自私的这种理念而进行一个就是说充满世界的一个抉择，一个维护了啊，实际上它是很有局限性的啊。只有佛教讲的这个心才是叫周遍的，有时候经典里把它叫做大啊，有时候又叫做广，有时候又叫做佛，有时候又叫众生，就是这些描绘，不管怎么描绘，万变不离其心啊。所以常讲到唯心所现，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套着去回答一下。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说十法界成型的原理跟念佛的原理是一样的，这句话理解的有些模糊，请法师具体开示或者举例子开示，感谢法师。啊，这可能是在讲到印祖文钞里面的，我们讲到十法界成型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啊，就要讲到我们刚才说的心了。佛教里面说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当下的这个最充满的自由的最现实的这个心体啊，也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它本身就是心啊，不是由心什么表现出来的、兑现出来的、幻化出来，它本身全部都是心。那这个心怎么体现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体现的是我们人的世界，地球啊，国家什么七大洲四大洋啊等等诸如此类的，那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的一个空间体现啊。但是在真正的究竟的宇宙观里边啊，它要有十种层面的可能性，这个就叫做十法界。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因为可能有的问题的话，这个同修呢他还不知道这个概念化啊。十法界是什么呢？又叫六凡四圣。从佛的世界、菩萨的世界，这个辟支佛的世界到罗汉的世界，这四种圣人，他是在他们的国土，也或者叫净土。还有六凡，比如说天人、阿修罗、人，这是三种这个善道的世界。还有地狱、恶鬼、畜生，在他们最漏劣的国土里边生活着、生存着、显现着、正在进行着，整个这个交叉无碍同时进行，就叫十法界啊。可这个十法界，问题是我们现在只能感受到人的法界，另外的九法界我们全感受不到。为什么？这就叫做局限，唯心所现的只现在了人世界，那我们体现的就是人世界如此的现实，但是我们也没办法超越啊。这个人世界是用当下我们的心把它用成了人的这个质量或者这个层面的，哎，这种行为也罢、思想也罢的时候，它就给你呈现出相对应的人的世界。但是这个心呢，你看我们讲到了说十法界成型的原理跟念佛的原理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这十个世界你怎么去进行投入，或者是去到那个地方，那佛教里面的专业叫做往生呢，有办法。主动权呢，完全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用这个心。你比如说佛教里面不是有十善业和十恶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然后贪嗔痴，妄语里面有四种啊。这个十恶业如果你修得很严重很猛烈的时候呀，你可能就会到最差的地方，到地狱。那么修得比较十恶业造的，就是说不是很猛烈，但是也不是很轻微，那就在恶鬼道。造得很轻微呢，就在畜生道。如果你能够持五戒，就是不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样的戒律受了能够持得住呢，那将来你生的在人道里边，那可能保得住人生。如果你这个心修的是十善业呢，就将来在天道啊。当然你修了善法，可是你的这个好胜心特别强烈呢，就在修罗道。这就是六凡，全看你的心怎么调配这个质量啊。那么假如果你的这个心哈是跟这个无我的状态相应的，就是没有自私心，无我空啊，这个已经证到我空了，那在这样的状态下修这个四圣地呢，将来就在罗汉的法界世界中，修十二因缘呢就在辟支佛的世界中，修六度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呢就在菩萨的世界里面。所有的这些差别相再怎么千差万别的层出不穷，但是还是依着我们刚刚讲到的啊变法界的这个心的这个体量来发挥出来的，就是它的发挥的可能性有这个十个层面，看你自己决定往哪里发挥，这就是十法界成型的原理啊。那我们讲到说跟念佛的年龄为什么一样呢？念佛用的我们正能念的时候啊，大家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正在学印光法师文操，
念的南无阿弥陀佛的用的是什么在念呢？也离不开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法性真如真心，就是用这个念啊。只不过我们现在觉得很难捉摸得到啊。为什么我们琢磨不透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念成形的是念成人了，人的已经变现成现实世界了，所以我现在我们再往回就会跟融化一下，重新铸造一样啊。那我们现在一边在现成着体现着人的果报，但是我们又要种什么呀？成佛的因缘。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上面好像觉得那个兑现遥遥无期啊，实际上人的果报完成了以后，直接就可以兑现佛的境界。这就是念佛的原理跟投生九法界原理是一个原理，万法唯心，唯心所现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心跟那个大慈大悲平等功德南无阿弥陀佛相应的时候呢，将来我们就在什么呀？就在佛的法界，就是念佛做佛见佛成佛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说，十法界成仙的年眼里呢，跟念佛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这么理解啊，这么理解就很清晰了，一点都不模糊啊。你看为什么在观经里面讲到唯心所现的时候说心是心做佛，是心是佛。哎，是心做佛就是看你这个心做什么业就往哪个世界走。当然我们念阿弥陀佛造的是成佛的业，见佛的业，成佛的业，那就往极乐净土，就往成佛的路上走，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讲如果我们想再进一步升华一下的话，这个原理就更清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念佛的原理跟我们现在念任何东西的原理都是一个原理，我们念什么东西就会兑现什么。当时投胎的时候你念男的是念女的，就决定了性别啊，你念的是这个善的就决定了长相，念的是恶的长相是美的还是丑的啊，你念的是恭敬的还是念的是傲慢，那决定你的个头，就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所有的这些都跟我们的念有关。天下的工农商学编各行各业，奥运冠军影视明星啊，这个商界巨子乃至这个做官啊，大的这个政要，所有的这些都离不开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变法界心，佛教讲的心所变现，各自变现各自的。那就是说什么？你念什么就成什么。十法界你念什么就拿往哪个法界走。假如果你升到人道里面，你念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生轨迹，就这样啊。所以叫唯念，念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心，唯心所现，就是这意思。说白了就叫做心想事成。一句话，十法界也是心想事成的，念佛也是心想事成。哎，大致如此啊。那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就给他这个套讲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好，我们再看还有一个问题，是提问啊，红海法师，请问东方净土和西方净土有何差别？为什么一定要求生西方而不求生东方？感恩。这个问题呢，我要不客气一下，就是这个不是善问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偶一大师说的，大家尽量的有机会呢去学习一下《弥陀要解》，是偶一大师给《佛说阿弥陀经》注释的一部论点。那里面就讲到说我让你往生西方吧，你又要问为什么不往生东方，说你这个不是善问，为什么？说假如我让你往生东方，你又要问为什么不往生西方啊。所以他就是说这样只有戏论，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啊。当然这位提问者他还蛮恭敬性的，还顶礼红海法师。那我们也可以说为什么要求生西方而不是东方呢？大家要知道，实际上您说的这个东方西方呀啊，也讲到东方和西方净土有何差别啊。那我们要分开来看，一个呢，你说的东方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啊？如果是广义的话，东方有很多国土，不一定是，我不晓得你是指的琉璃国土吗？实际上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也在极乐世界的东方呀啊，你是指的往生这里吗？那就继续轮回啊。
假如果你是指的阿厨佛国或者琉璃世界啊，这是东方的也是净土的代表，特别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比较所知的，像还有这个上方的兜率净土啊，西方的极乐世界，那弥陀经里面这个六方十方都有无量无边的净土。现在为什么说一定要求生西方呢？因为首先呀，我们在娑婆世界啊，学习释迦牟尼的佛法，要懂得如是我闻欢喜信受。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凡夫没有智慧，释迦牟尼佛出世他是大圆满觉，那么他给我们设的法门和指的方向，那我们就是要依教奉行，这是最重要的。在所有的经典里面，极乐世界号称千经万论同宣，十方诸佛共赞，就几乎每一个经典里面都会正说或者旁说代说显说影说，讲到说劝生西方。你看讲东方世界的药师琉璃啊，这个药师经里边也讲到说什么，如果你往生西方啊没成的话，有八大菩萨出来给你引路啊。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呢，大家要专信佛语，我们自己凡夫没有智慧，佛让往生极乐世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那我们就要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那么具体讲到东方和西方的差别像呀，这个说实在的，如果依着药师琉璃光啊如来这个功德经里面的话，再跟弥陀经对照啊，东方世界不是那么好往生的。你其他的不是，首先最基本的你是善业要修，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来讲的话，很时尚也很难修起来，这也是说实在话啊。全凭有什么呀，可以待业往生，这是西方的第一个优势，而且是决定的优势，也就是说独领风骚的优势，其他国土没有待业往生。你烦恼哪怕一丝一毫都没有断，都可以借阿弥陀佛这48愿的愿力摄受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从难易上来讲，东西是不可哎，就是没法比的，西方容易好去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接引，阿弥陀佛又叫接引佛呀。大家有关注到，你们去看一下，永远西方三圣的形象最多的时候都是站着的啊。有时候西方三圣的殿堂又叫接引殿，阿弥陀佛的胳膊有，甚至这个比例比鼻子佛有时候站在那里还要长，为什么？就是表的接引法，他会在人临命终时候最做不了主，最容易乱掉，继续被下堕到恶道啊！这个自己的业力、自己的念头乱的时候，根本做不了主的时候，阿弥陀佛和西方三圣现前来给你安心，把你接引到西方，这也是其他国土里面没有的福利啊，没有的福利。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呢，阿弥陀佛摄取念佛众生不舍，这也是差别啊。再一个呀，为什么往生西方而暂时不选择东方呢？因为阿弥陀佛跟我们这儿偏有因缘，这一点大家更要意识得到。你看我们这里所有的甚至不信佛的、不了解佛的、不知道释迦牟尼佛的，都知道阿弥陀佛，这跟他的愿力有关啊。所有的人都为什么偏有因缘呀？等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快要这个法要灭的时候啊，告诉诸位，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已经灭的都快灭完了，还要把无量寿经，就讲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这部经了，特别的让这部经再多注释100年，这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特留此经只住100岁。那就更能说明我们跟阿弥陀佛偏有因缘，所以呢一定要求生西方啊，要求生西方偏有因缘。另外我们也要给他贯通一下，他就觉得说哎，求生东方和西方世界有何差别啊？这是在去的步骤里面有差别，好去，应该去，因缘中啊就这么去，但是真正去了以后实际上也没有差别。为什么？生一国土即是生一切国土，之所以让我们去西方，是因为你锁定一个国土，你念一宗佛，这样的话容易成为三昧，
成了三昧，成了一心不乱的话，好成就这个法啊。但是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也得要去看看净土的经典里面讲到，你看到了极乐世界的这些天人菩萨们呢，一顿饭的功夫可以随心所欲到十方国土去供养诸佛，去亲近这个其他国土，那这国土里面就包括东方琉璃世界，包括东方一切国土，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东方国土啊。生一佛土，极乐世界就是总持佛土，我们常说叫法界之都，去到那里一切国土里边随心所去，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那等于说又没有区别。在无差别相上，在娑婆世界立足于娑婆的本位，现在我们还要锁定一个项目，先把它攻克完成啊。在这样的一种立场中，所以才说一定要求生西方啊，是这意思。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有一个提问也比较有意思。我们常说啊，他说师父，阿弥陀佛把全体的果觉授予薄地凡夫，我一直不理解啊，什么意思？我们常讲到就是说修净土啊，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说把佛的果地功德直接拿来给凡夫受用，这叫以果地觉为因地心。不理解，我告诉的是什么意思啊？果觉就是指的佛的世界、佛的功德、佛的境界、佛拥有的一切功能。为什么叫阿弥陀佛叫无量光无量寿呢？无量光无量寿就是说一切时空中的能量它可以随心所欲的拥有使用啊，这个就叫阿弥陀佛。但是呢，我们一般的修行法、修行手法是什么？比如说一步一步的在这个世界修行成就，从因到果，这个叫做因缘果满，修因正果，这是这种修法。也就是说一个台阶、两个台阶、十个台阶、二十个台阶的往上走，次第一步一步的修，最后呢到一百个台阶最高处究竟处成就了，这是我们这里修法啊。那么这个以果觉全体授予薄地凡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修的净土法是他力，阿弥陀佛把他修成功的、看见的在一百个台阶最高处的境界啊，直接给你拿到第一个台阶，就让你照着这个走，就让你先看见，心里有数，然后就这么领略着往上走，这个就叫果觉为因心啊，专业的话叫因开果海，果彻因缘，把最高处的法拿到最低处来用，就起点就让你从终点来起作用，这就叫做果觉授予因心。那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啊，如果能理解，它会产生一种什么效应呢？就是我们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念得非常的欢喜啊，非常的有劲儿，念一句就一念相应，就是一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等于说我就把阿弥陀佛修行的所有的功德，现在成就的功德就那么修了一遍，过了一遍，拥有了一遍，念念拥有，念念就是佛啊。所以这个也还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心做佛，同时还是什么是心是佛，你已经是了，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已经就是，就是阿弥陀佛。但是我们肉眼凡胎不知道这个诀窍正在秘密的随着心在转，我们不知道而已了，迟早会兑现啊。所以这里边既需要信心，也需要你的理解，当然最好我换一个词语叫悟解，领悟的悟，用领悟力来解啊，不要用思维性去解，信解啊，相信它是这个啊。那好啊，这是这个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讲到说，法师您好，佛经中说人寿每百年增一岁啊，从十岁增至八万四千岁后，再从八万四千岁减到十岁，这样一增一减啊，名一小劫，然后呢还有中劫和大劫。那么您在讲课中呢提到末法时代人的体质是越来越差了，但是科技和医学的发展却使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了，那我们现在是处于增劫还是减劫呢？你看这个又是怎么讲呢，又是一种
在实际上是概念上的一种混同吧，啊，没有把它厘清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诸位，我们现在在简洁成住坏空，我们已经到了住劫的末端了，相对平稳的劫，住劫的末端已经成了什么呀？坏劫的开始了，开端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减劫，人寿过一百年再减一岁。那么在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经典里面讲了嘛，释迦牟尼佛在人寿百岁的时候降生，刚好现在呢已经过去了佛历2600年左右了。那说明我们现在人的寿命是在75岁左右，啊，这也是跟事实相吻的。那为什么这位有缘他会提出来说，首先他觉得科技和医学的发展使人类寿命越来越长了，确实如此吗？那我们要看一下，现在我们的身体是体质啊，这个身体的这种能量也罢，身体的脆弱度，这种饱满的这种健康基数，真的是越来越弱了呢还是强了呢？这是有目共睹的呀。现在人的身体很差啊，曾经不要说远比了，上个世纪比如说8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的人的一个，你说从劲儿上就不一样，力量很强，精气神很足啊，很蓬，朝气蓬勃向上，拍的照片就有呀。我们现在的基本上很多时候靠化妆了啊，稍微拍出来的就完全没有精气神，气色很差，很颓，可是熬出来的一种耗的耗心耗力耗神的一种状态，说这实际上是不能够比的，是。那么在您说科技和医学的发展使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呢，那我叫个小汁儿吧哈。实际上现在有时候啊，我们说的寿命越长啊，确实那么会借助于一些仪器吧。那种仪器呢，它是貌似说让你的生命体征存在，实际上你已经没有生命质量啊，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另外一个呀，就是我们以为的长，比如说我们以为活了80岁90岁，明明80岁90岁嘛，能活80岁90岁的已经很少了，现在差不多60多岁70岁甚至不在医院的已经算很不错了啊，不在医院住院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感受呢？是因为我们在时间上的错觉产生的。这个要怎么换算呢？就是我们现在过一天的质量呀，不是真正一天的质量啊。现在据说哈，从某一些领域研究的话，你比如说在某些领域，比如说军事领域啊，或者科研领域啊，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说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这样的感受时间的，它是按照地球的自转速度，我们现在的速度心因为躁动自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公转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对于时间的感受啊，我换算一下啊，曾听过有人说出来，我们现在过一天的感受的质量，就是我们过一天的质量实际上只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16个小时的质量，我们现在就以为过了一天24个小时。那大家这样换算一下，到底我们的寿命是增呢还是减呢？啊，告诉诸位，佛说的没有错，确实在减，我们的寿命也在减，而且过一百年减一岁，一直要减到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更差啊，能够晃晃悠的走起路来已经就不错了啊，而且磕磕碰碰一下有可能马上就死啊，随便拿起一张叶子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刚才讲到了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为保险啊，学习印光法师文操，这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求生西方。这里还有一个提问叫做法界之藏生，法师念的似乎是法界藏生啊，是对的啊，有时候我念藏生，但是也有时候会念藏啊，念藏生比较多，这一点呢可以模棱两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不管藏也好藏也好，它的内涵上来讲并没有很大的出入啊，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叫法界藏身的话，就是它无处不在了，对吧？无处不在是周遍法界的无量光寿。那么法界藏身呢，藏是什么呢？以能的角度，哎，我能躲藏在这里，俗话上讲我能躲藏在任何角度
啊。藏是什么呢？我能给一切角落提供依附，哎，平台。所以说，就是说一切处都可以以我为本，那就跟藏也和罢，藏也罢，它是一个内涵啊。从这一点角度上来讲，一个内涵啊，都是无量的意思啊。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个人觉得似乎没必要，就是说一定要把它建个分晓。你念藏，那也表达说阿弥陀佛无处不在，周遍法界，法身遍一切处。你念藏，传统上嘛，好像藏更为，怎么说呢？我们在庙里边也念藏经楼或者藏经楼。你说藏经楼就错了吗？没有啊，三藏十二部就供在上面，就藏在里面，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不管藏也好，藏也好，我们要把它用在什么处呢？要用在净土法门的信愿行所用之处，啊。藏也好，藏也好，它也要入不二法门。你用思维心分别的话，哎呦，藏就对。或者藏就对，藏就不对，那以这个法破那个法也不圆满的，就不符合阿弥陀佛的无量本意。无量是无碍的啊，所以这一点，当然我也不反对说你觉得就应该念藏，那就以后念藏，法界藏生也无妨啊。可能我还有时候会念藏啊，但是我的这个表达和我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意境中呢，并没有什么障碍啊，仅此而已。好，那我们看这里再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讲到说，至诚恭请法师慈悲开示，家里有佛像也有经书啊，但是家里现在的书房直接挨着卫生间，那我不知道这个您的书房和卫生间是各有门，然后中间是有一堵墙是挨着呢，还是说门对门完全就是接壤性的挨着啊，这个我不太清楚。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佛像以及经书不恭敬啊？因为现代人来讲，我们现在的福报呢就只有住楼房了，单元房，那上上下下每家每户都有厕所啊，就等于说你假如在房间里面设佛堂也来讲，都等于说家家可以设佛堂，家家都有厕所啊。那这一点来讲，我们要记住，但凡呢敦伦敬奉，印祖说的敬自己的奉，诚心正义的把这个心发出来了，尽我的能力。那有的人有条件还独立的房间，有的人没有条件，那只能客厅供佛也无法啊。实在不行了，甚至有的人说我只有一间房间，那我把它看供起来，晚上我用帘子遮住，因为我还要这个屋子当卧室。那只要你有这个恭敬心，供的功德总比不供的大，是这样子啊。当然假如果你说明明知道这样不恭敬，你更有好的条件可以调制，但是你就漫不经心，无所谓了，就这样把它就挨着就挨着，那这个也是确实没有敬到这个恭敬的这个敬奉的发心，那这是有过失的啊。所以这个具体的法呢没有对错啊，就看你的心能发到第几层，然后呢随风随意就可以啊。你看他这里讲的，因为书房和卫生间只有一个门隔着，我就现在不知道你这个门是套间呢，还是说是并架的，就是说两个房间是并着的，中间有一堵墙。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实在没有地方了也无妨啊，书房里面供佛也蛮好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倒是你供佛呀，每天尽量要上香礼拜，供水啊，供果供花，这样把它长期呢这个干干净净的庄严的啊，每天呢人能让自己的心随着这个恭敬呢能走起来，主要要体现在我们的心上面。刚才讲到心，一切都是为心服务的啊，你的心力争上游啊，修的是虔诚恭敬法，那么就好。所以这个来讲呢，不必过多的苛刻，说就你的条件，当下的条件下能够尽量的把佛像供好供圆满供庄严就足以啊，就可以了啊。这就算如法了啊，尽心尽力就可以。那但是假如果像我们以前也有念佛人啊，念佛人他念着念着结果就把境界念来了，西方三圣现前了，那他当时也不好意思了，是因为他还要上厕所啊，那这个觉得那对佛菩萨不恭敬一样，因为境界一直在那，西方三圣就这么看着他，他没法上洗手间啊。最后他说，想想我就跟佛的孩子一样
啊，那我是身为人嘛，人就这么漏裂，这个世界就只有仅此而已，那我就说等于说反正我的一切发心啊，我一切的行为呢，佛菩萨都知道，都看着。哎，他这样一相应了以后呢，也就把这个障碍给没了啊。所以也不妨从这里去做一个，哎，做一个信心上做一个跟进啊。好，我们再看这里有讲到这两个套讲的，就是说，一个是说请法师慈悲详解如何忏悔，感恩法师阿弥陀佛。还有一个提问是说，惭愧心和忏悔心还不太懂，恳请法师开示，南无阿弥陀佛。这就说到两个，一个我们说讲到惭愧和忏悔啊，确实忏悔法门呢是佛法佛弟子的出门，也是很必要的，就是一直修的家行啊。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边也有这个忏悔业障啊。那么首先一点啊，我们先把这两个分开来看，一个是惭愧心和忏悔心啊。可以说忏悔的前提必须要有惭愧，身为一个佛弟子一个道人，假如果你没有惭愧心的话，你就根本发不起来这个忏悔的步骤，因为你觉得根本无妨，肆无忌惮啊。这个你什么叫做惭和愧呢，它也分开来弄。惭呢是说比如说我做了坏事啊，我自己做了坏事以后呢，哎呀我自己心里过不去，与自己有惭，这叫做惭。什么叫做愧呢，我做了这个事情，哎呀我觉得感觉不对，这个在别人知道了，假如果别人知道说发现说哎呀你居然这样，那在与人的份上我心中升起了愧疚之心，这叫做愧。惭愧是有差别的，与己有惭，与人有愧啊。这个有这个心态了，你才修行才有机会有上道的因缘。如果你连惭愧都没有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说没有办法入道呀。就跟说这个人你能不能听得进去你的劝告，他都根本不服软啊，根本不服软，这个满满的都自以为是，一点都话都听不进去，那就他没办法度化他啊。所以这个惭愧呢，有时候又叫七圣才，七种圣才就有两者，就是惭愧。出家人的这个袈裟，你们看到出家人的袈裟，这个衣呢就叫惭愧衣啊。特别是我们讲印祖文操这个缘起讲这个法，印光法师常署名叫做什么呀，常惭啊，就是一直我是一个惭愧僧，这样的一种啊。那什么叫做忏悔呢，忏叫做承露先罪，就是我把自己造的恶业呀，今天借机赶紧向十方诸佛菩萨善知识吐露，叫出罪，我坦诚出来我造了什么什么恶业啊。你看我们念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这就是忏啊。什么叫做悔呢，改往修来，就是从今以后再不造了啊。你看我们忏悔文里边说，若自作若教他作见作随喜啊等等自行啊，然后就发愿说我以后啊若今生尽未来际啊，怎么假如什么乃至施与畜生一团之时，都要回向怎么样的成就菩提成就佛道，这个就叫悔。所以忏悔它也是细来讲的话也是两个心所，这叫惭愧和忏悔。那么当我们要想修忏悔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升起一些心，你比如说要升起惭愧心啊，这是讲怎么为什么要忏悔，怎么如何忏悔。首先你要升起惭愧心啊，再比如说你要升起恐怖心，为什么，因为我造了这个恶业啊，将来我要升到三途里边呀，我要堕无间地狱，你要害怕呀，这样才有转的有反作用力，让你虔诚的去忏悔啊。再比如说要生厌离心，厌离为什么我要造这个恶业，因为我们的身心世界是不净的，有染污的，我具足的贪嗔痴从生于之所生皆有无始贪嗔痴啊。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厌离心啊，然后呢再发菩提心，为什么要这个惭愧要忏悔呢，那我要为了成就道业，为了成就道业要念报佛恩心，
为了报佛之恩，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才能如法的发起这个忏悔啊，忏悔。那确实忏悔的话，能够消除罪障，能够遣除违缘，它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里也讲到具体怎么忏悔啊，依照着佛法的这个教条里面也讲过一个，比如说取相忏，啊，取相忏呢就是见到佛的圣像呀，啊，这样的在殿堂里边啊，在法堂里边，那么你去礼拜去忏悔，啊，每拜一拜就是生这个惭愧忏悔心，或者说念往昔所造诸恶业，啊，我前些年去五台山拜那个戴罗顶，也就是这样，三步正好念四句偈。也可以这么忏悔，一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我使贪嗔痴，从生于之所行一切弟子皆忏悔，哎，这样拜下去啊。当然也有一些做法忏，像我们比如说僧团里边呀，啊，或者说你有犯了过失啊，在戒律上有一些毁犯的时候呢，那会做一些法，做法就是说按照佛制的规矩，你按照这样来的话，把它圆满的完成这个秩序，哎，大众给你这个成就你发的这个忏悔，那出罪啊，忏悔得清净。最根本的一种叫无声忏，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基本上很多时候还是达不到的啊。所以最好的，比如说啊，跟大家讲，你要行忏悔法，最根本的就是去拜啊，拜佛的话最好能够见好像，就是能拜到佛啊，比如说拜着拜着起来，好像佛一下子给你这个现瑞一样，给你摸顶呀，或者梦里边给你讲法呀，啊，或者你有时候见到瑞相呀，等等诸如，那就说明说你这个忏悔法呢修得清净了，哎，已经忏罪会罪已经出了，啊。另外啊，我跟大家讲，从这个因果上来讲，为什么要有这个惭愧忏悔心？什么事都有果报。你比如说造恶业造得很猛烈，你还生不起来惭愧忏悔心的时候呀，就是说你这个果报将来再还，这是显现受报的时候会很猛烈，足斤足两的报啊。那么假如果我们造了些恶业，那你一直生惭愧心，大家设想一下，我后悔悔恨难当，特别难受，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在还这个报，就在受报的过程，就在消业。所以忏悔的心本身就是一种忏悔的过程，就怕你连忏悔就是后悔的心都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修法修的最后盲目的就是连后悔的心都没有了，这就很危险啊。你这个特别是道行比较足的人，那他也难免犯过失呀，犯了过失他就特别后悔，特别后悔，这个难受劲儿实际上也是消业的过程，也是受报的过程啊。那您能把这个报给消了，那将来可能这个恶业来的时候报的时候就不是那么足斤足两了，或者说只有因缘，不会正受果报了，就看你这个因缘中，这因果也是不可思议啊。反正是总归一定要忏悔。当然再具体的提升，你看比如说有的同修道友呀，他犯过失，现在来到这里问法的人也会，他会不断的说，哎呀法师呀，我的心不清净呀，我又打妄想呀，我不能静下来念佛呀，每天无边无际的抱怨。我说首先我们不能用佛来要求自己，我们现在才学了几天佛，就用佛用祖师爷来要求自己，马上就要一念不生的没有烦恼，那怎么可能呢？人人都有烦恼，都会犯业障，你还要造恶业的呀啊。净土法门的待业往生，就是因为我们虽然信受了净土以后修行了，可是保不住你还不造恶业，不可能呀。你在凡夫在娑婆世界你一定会有过失，那怎么办呢？念佛，念佛就是一种忏悔。念佛在经典里面讲到了嘛，诚心念佛一句，念念消五十亿劫生死重罪，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也是忏悔啊。诵经也是忏悔啊，啊。再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造了一些什么业啊，那你禅华，比如说你毁坏了什么，那你给加倍的给他这个供养什么啊，在三宝地啊，或者你这个去注印经书啊，注印经书呢弥补你造的恶业，那我注印十善业道经，希望大家都造善业，这也是一种忏悔的方法啊。你杀生，那么你用放生去忏悔也可以啊，一直怀着希望这个放生的命，那么忏悔我杀生的罪业，这都是忏悔啊。但是问题是还有一种情况啊，这个就是一般人少有，但是有的修行比较清净的话会到这地步，就会产生悔障。
什么是毁账呢？就是他本来清清静静的修得很好，突然间犯了一个大过失，哇，他就不能原谅自己，就毁得没完没了，就修不下去了，这个就成了障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记得这后面讲到叫无声忏是什么？就观罪性无声，就是没有一个善恶业的差别，一切法都是平等的啊，冤亲也是平等的，观罪性空。是我们以为这个是罪业，谁规定这个是罪业呢？观罪性无声。当时呀，文殊菩萨就行过这个法。为什么行过这个法呢？就是有500个菩萨呀，他已经得了宿命通了。宿命通了，他就看见过去，虽然他已经通了呀，那得了这境界很高了，可是他看到过去是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甚至是忤逆罪宗，他受不了自己了，受不了自己就悔恨难当，怎么也过不了这个坎。在这样的情况下，文殊菩萨就跟释迦牟尼佛演了一出戏，文殊菩萨就拿着剑去砍释迦牟尼，那这个叫杀佛呀，出佛身血呀，忤逆重罪呀。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说文殊文殊，你要害我，那么你要善害，不能恶害啊，是什么人啊？谁为害者，谁为被害者，就是观这个三龙体功，罪性无声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文殊菩萨的形象是文殊什么呀，直见逼佛，就是为了成就这五百个菩萨所生的毁障。哎，他给他们一眼这个法，这500个菩萨哎发现说，虽然过去造了那么多的罪业，罪性无声，马上就证了无声法忍。哎，我们很多同学也是这样，他一件事情毁的毁的，他已经受不了了，就挂碍的没办法了，你给他一下子把这个盖揭了，哎，他的道业就增进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具体忏悔叫无声忏了，罪也是空的，你不要太把它揪着不放，太执着不放，过去行不可得，用这个法啊。当然这个法呢是真正到了这个境界才能修，你不要我还没有犯过失，我总没干坏事，我就已经提前说好了将来有这个法，我干了再用这个，就这么想一下就过去了，那不行，那没有办，不是这么个修的啊。这个就叫做惭愧忏悔啊，惭愧忏悔。这是既然要求详解，我们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啊。下面我们再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比较有意思，确实我也这么讲过啊，有的同修提出来了，他说提问，法师讲到把观世音菩萨看作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墨学就此有疑问，墨学知道这可能是方便说，哎，对，确实是方便说，但是我也要提一点，方便即真实，啊，方便即真实，啊，也要往真实上会啊。那么不知道在佛经中是否有根有据？印祖讲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再来，是阿弥陀佛的辅佐，从凡夫的角度看是二不是一，我们渴望在深入印祖法师文操中，也希望法师给我们讲解基本的教义教理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确实我也讲过说，那么我这个法我还能回忆得起来啊。当时讲的因缘呢是说，就是为了说阿弥陀佛的刚才讲到的法界藏身，法界藏身，那它具体要怎么体现呢？从形象上来讲，那我说净土法门呢并不是光管往生死的法门，它在生的时候是应该当时是比对着，因为琉璃药师佛啊，琉璃世界的法门呢，药师佛不是说是度生嘛，济生啊，就是救济现生的我们人生的作用，在人生中就让你过得很好啊，说净土法门呢是度死，让我们死了以后落个好前程。那当时我说这个也不能把它执着为定法了，因为阿弥陀佛也有度生法，而且用什么来度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在娑婆世界的一个代表，一个化身啊，是自立足于这样的法。那我这方面也讲过，说观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当然如果说从相上而言，确实经典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么提过啊。这位同修呢提的也很中肯啊，是否有根有据，从相上来讲啊，那么从性上根本上来讲也不妨可以这么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呢，观世音菩萨呀是根本道场坐在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上首弟子啊，那么他能够化身到娑婆世界来寻生救苦，有求必应，这个就是济生嘛，度生。
这样就可以说是阿弥陀佛在娑婆世界的一个代表，就是化身。那这个化身呢，是从抽象上来讲啊，可是从究竟上来讲呢，也可以这么说，不是不可以这么说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里讲到说，不知在佛经中是否有根有据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在下品上身中就讲到，往生的人有造了恶业，哎，这个时候呢，让智者，哎，有智慧的人叫他说双手合十称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往生者，由于他称阿弥陀佛的名号故呢，他能够除51劫生死重罪。这个时候彼佛即遣化佛，彼佛是谁呢？就是指的阿弥陀佛。会派什么？化佛、化观音、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也就是说，西方化这个西方三圣化先出来到娑婆世界来接引众生，到行者前。那么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是彼佛阿弥陀佛在娑婆世界的化身，这是有根有据的，在《观无量寿经》里边，字字句句都是出自原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学习净土的经教，要往深处广处去悟，啊，而且这个也是从就是本纪上，从经本上相上来讲，从究竟根本教养也是有的。为什么？这个最有名了呀，诸佛菩萨是法界生，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了，这是这个法你能悟的话，那是没有什么法悟不到了，你圆融无碍了啊。那在这个法上，那观世音菩萨完全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是法界生，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呀。不仅观音菩萨，我们念佛一佛，我们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所以说从本从末也有教言啊，可以作为根据。当然从抽象表法上来讲呢，我们实际上这样说更多的用意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对净土法门全面的、深度的，乃至世出世间都升起信心，圆满的、无碍的、普度的啊，是这么一个作用啊。当然这个如果说从这位同修提问的角度，确实我算是一个发挥吧啊。你要真正的说具体这么说，说啊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的话，就是明着这么说，针对这个法这么说，那经典里面现在我也没有见到过啊。所以理解这位同修的提问，但是我们不妨呢，因为我们入经的法义啊，能够举一反三啊，能够这个称信如理又如法，就是既可以称信发挥，发挥的缘起上不违背称信的这个理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服务于信愿行就可以了啊。那好，这是这样子的啊。再看我们再还有一个，这里讲到题目是阿弥陀佛啊，感恩法师开示，明白自己知理心不转的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不知道怎么发心发愿回向，还请法师详细开示发大心立大愿修大功课回大向弟子怎么做啊。这个确实你的心也够大的啊，还都要大啊。我告诉诸位啊，我们是小凡夫，发大心就是立足于你的凡夫而发大心了。比如说你说怎么叫发大心呢？你要了生死，这就叫大心，大丈夫心，你要成佛道，这就叫大心，这是真的要这么发，不是在那儿好像喊口号或者听号召啊，或者我学佛的佛弟子那就佛让这么，我就管他有口无心，就这么喊几嗓子，不是这样。要真是心地里面发出来，发大心啊，立大愿，当然大究竟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可是我们有时候自己都度不了呀。那现在净土法门就是给我们成就这个法的，阿弥陀佛已经把他的愿立在那儿，然后把它浓缩成一个往生的愿望，就可以具足阿弥陀佛的大愿，也就是一句愿生西方净土之中，就可以同步与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就叫大愿。你还要发什么大愿啊？做大功课回大向，回什么大向？愿生西方净土中就足以，就这么回
啊。我们当然有时候也说，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无边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无上。当然可以啊，这是佛教的，佛菩萨教的，世世常行无上道。可是到末法时期，我们世世不起来了呀，这一世行还行不起无上道，下辈子就不知道行到哪儿去了，不行了呀，不是世世常行呀，不行了。那怎么办呢？还是先愿生西方净土中，这叫怀大相啊，修大功课，没有比南无阿弥陀佛再大的功课了。刚才讲了法界藏生藏生呀，无量光寿呀，你还要做大功课。所以听这位同修来讲的话，不知道他要多么的一下子惊天动地。殊不知呀，我告诉诸位，平平淡淡就是真大啊。有时候我们这也是学文操嘛，印祖都说了，敦伦敬奋从诚歇歇，从老实处入手啊。那我们老实不下来啊，总是觉得你还要有一个更大更广，怎么样我都要得大第一啊。有的还觉得念佛太平常了，太容易了啊，太不值得这个一提了啊，太稀松平常司空见惯啊。诸位不是这样的，什么叫做大啊？就像你老想出去今天搓一顿炒一些这个什么山珍海味的菜啊，实际上最大的食品就是米饭，就是白米饭啊。这个菜呀，今天吃明天吃后天吃到吃不到，能不能吃，有没有条件吃都无法，每天每顿都要吃饭，否则你的身体是保不了啊。而且你觉得稀松平常，所有稀松平常的事儿里边只有吃饭最稀松平常，可是你一天三顿一顿都不能少呀，这就叫大呀，你还要大什么啊。所以老老实实的来学修印祖文操啊。印光法师文操呢就是一部小藏经了，我们一开始也给他嘀咕。那我们很多的问题啊，实际上这居士护法啊，非要设这么一个，也只好随顺大家。实际上我们学习印祖文操就是解决你的问题，你还能有什么问题呢？就这些问题啊，我可以跟大家说，我都不是回答了唯一的一次了，无数次了，就这些问题都是回答过的讲过的啊。但是好像大家听了一次就要生出来十个问题，然后你必须再给我把这十个问题马上再回答一下啊。那也没办法，随顺大家。但是要希望大家呢，要学就深入的学，广的学，往一处会的学啊。那么以后呢可能还会有问题，但是我要首先随喜大家，毕竟呢对佛法生了升起疑情了嘛。那我们说的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嘛，哎，疑情了，那一回答心安了，信心就具足了啊。但是我们提问题啊，也要掌握几个点。一个就是提问题是来源于你的真实的不了解或者怀疑啊，有提问题这一项，但是呢我们是内心有问才问，不是为了说，哎，一听说有问题可以提，我也要弄几个问题，我非要弄几个问题出来，不是为了问而问，是真的有问大家在问啊。这样的话我们回的时候呢也比较，就是说会有力度的回。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真实的碰撞，不是在那儿怎么说呢，刻意出来的。这个我非常感应，非常厉害，这个灵啊。大家呢也在这方面希望立足于这样的发心来提问题啊。另外就是说，哎呀，怎么讲呢，刚才我们讲到要善问问题啊。实际上这里总结到，我看列出来同学们给列了23个问题，但是有的不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它就不是个问题。有两种，一个呢他已经似乎已经就回答了，给我倾诉了一番，好像在表白自己的一种什么情怀一样，那就好了嘛，说我认为是怎么，那你认为就是没错，就是这样的，你就照这么做就好了啊。还有一种问题呢，提的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他要问什么，他这个概念也没搞清楚啊，然后也这个，你比如说什么声业口业声，又是用声音的声，那我就弄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点在哪里。所以我们提问题一定要把点给明确的提出来，你要问什么啊。这里有的他就看来看去不知道他在问什么，而且他说的也是牛风马牛不相及，就是完全听法义的时候没把这个法义连文字上都没有灌过去，不要说他在思维法义，文字他都没听对，
不知道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还在这儿提问，啊，这个就不值得。所以我们要善问啊。再一个通常的问题，刚才也讲了，不要重复问了，要多学一下，多听一下。实际上印祖文操里面讲的时候也要好回答了好多问题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重复问问题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好好学，不认真学，不注重学，不花时间去学。所有的点就是根本你就不了解知识。诸位，提问如果严格的讲，不是提知识的。知识是什么呢？是任何人你翻开书就可以看到，可以学到，这不能提的。这是你不学，你怪谁呢？你提问题是说你在学和修的途中，哎，这个义理，这个境界，或者出现的自己内心真正的发生的疑惑，跟现实对撞的疑惑，那么你过不去了，这是你的问题，啊，你不是说因为你没有佛学知识素养，或者术语你都搞不清楚，不知道这个术语表达的是什么，啊，或者是有没有说在同一个境缘内，这些都不是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功课，特别是知识。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十法界，你不能提问说法师什么是十法界，这个慢慢随着我们学的深入呢，你应该自己去查找，要学习，学习完了，哎，比如说这个才跟人家才问的说十法界成型的原理跟念佛的原理是一样的，那我这个没有太搞清楚，法师再讲一下，哎，这个就是问题，啊，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在提问上我们也有所这个，就是说在步调上秩序上大家也能够建立起来一个知见啊，这样的话慢慢的问题我们也会有深度，也会有，为什么呢？实际上提问题也是功德无量的。假如你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那我回答了解决了很多人的疑惑，我告诉你，你的功德就大了啊。你提完了问题，别人会生气说怎么这问题还问呀，我都听师父讲了好多遍了，那你还又让别人起不好念头啊。所以提问也是一个技术活，看你是能不能够修福慧的。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我们再给大家挑着简单的做一个汇总。你看这里就讲到学人想问的发菩提心有没有个具体的标准，有的。作为大乘佛法，发菩提心和净土念佛的关系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往生心就是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呢是自利利他心，觉有情啊，菩提心是觉道嘛，自觉觉他嘛，觉行圆满的心嘛。那么发往生心是释迦牟尼佛通过了知到净土的情况前因后果以后，把阿弥陀佛的这个法呢用通消息的渠道通到娑婆世界来，把它作为简化成一个往生心就可以同步菩提心的法门啊。所以在这一点来讲，菩提心和愿生净土的心是并行不悖的啊。这个在具体的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再一个就是问一下，诵经的时候是随文入观，还就是一字一字的往下念阿弥陀佛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就随文入观，你是入的什么观？观有很多种啊。你是随着净土法门、净土的经典随文入观，就是入的极乐世界的情状的时候，跟你一字一字往下念的功德是一样的啊。因为从入观来讲，要么是入空观，要么是入假观，对吧？或者我们叫这种观。那么假观就是随着假因缘起嘛，你的文字那么入这个极乐世界的种种情状啊，这是从现象上入。入空观就是一字一字的往下念，不要思维它的法义，不要管它下一个什么意思，这两个功德是一样的啊，功德是一样的。那我建议啊，如果你是诵的净土的经典，那么这两种都可以用。如果是其他的经典，那还是依着印祖的这个诵经的方法啊，一字一字的往下念，不要管它这个，这就叫随文入观啊。入的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观啊。阿弥陀佛，默学学佛六年多了，一直没有机缘去寺院受五戒，就一直在这样在家持戒念佛可以吗？还是最好尽快去？那个当然要去受戒呀，这个受戒他要受五戒，他是有仪轨的，你没有受怎么能算持呢啊？那你没有受戒，你就没有戒功德呀，你只有世间善法的功德，比如说你不杀生呢，不偷盗
啊，那不谐这个不妄语啊，不邪淫等等这一些，那只能说你是世间善法，它没有借功德的。我们要告诉各位，借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要从你受这个结魔成就，结魔成就啊，那这个从大乘来讲，这个无表色法，哎，这个功德一成就以后，受戒的那一刹那，你就具足了戒体。具足了戒体以后，等于说，比如说你不杀生不杀人，你依然原来不杀人，你只能说你是个好人，过了一天。但是你受戒以后过了一天，不仅仅你是个好人，而且你还有戒功德，24小时不杀生戒的功德就持起来啊。所以这位同修最好发大心去正规的寺院，那么依照着如理如法的仪轨受持五戒，功德无量啊。这个阿弥陀佛，慈悲，近来遇到各种朋友圈发来的各种重大疾病呀，什么这个愁那个愁啊，弟子都会列表心意捐点款，非常好。因为你捐的时候呢，是成就你的善法，啊，非常特别随喜。然而有人却说这是个人的因果，那样不但帮不上忙，还会加重患者的业障。这些人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假如果他自己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可能就不这么说了，啊。那么敬请法师开示如何做才如法。如法如法，什么叫如法？就是让你正在修佛法，修善法，修解脱法，修成佛法，这就叫如法。那你自己想想，你当下你发的是善心，怎么不如法呢？啊，所以呢，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呀，我们现在人啊，这个修点善法呢，就委员这么大啊，这个劝那个阻拦，给你分析了一大堆道理，然后我们也会生犹豫心，到底做还是不做呢？我们造恶业的时候就根本不用去咨询别人，没有人阻拦，说时迟那时快，迅雷不及掩耳，马上就办，从来不犹豫，就修善法就犹豫这么多。这就是现在末法时期末法情状啊。所以这位同修呢，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发心很欢喜，也确实发誓希望救济他，希望他好，希望他能够再帮得上一点忙，那这样的善法种子为什么不去种呢？当然可以呀，这样一直做就很如法。那么你这块起了疑心了，在这个上面，这个就不如法了啊。所以叫断疑生信啊，修善法。虽然支持名号，但烦恼依旧很重，想着大善导大师的水火白道的比喻啊，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咬牙坚持修行净土法门依旧能往生，可是又有火烧功德林的说法，怎么正确理解水火白道与和火烧功德林二者呢？火烧功德林嘛，就是嗔恨心起来了啊。这样吧，假如果你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感应，就火烧功德林，你为什么火烧呢？肯定是逆境违缘嘛，啊，不如你的意了，那你就生气了。你如果能够把这个也感受成是阿弥陀佛为令你往生更坚决啊，这个念佛更精进所化现的境界，就不火烧了啊。就虽然火烧着功德林，但是往生业呢依旧增长啊。这算是一个这个土办法，说两全其美啊。那另外来讲呢，假如果你在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的时候呢，不会有火烧功德林啊，因为你心在佛念上，在这个净土法上的时候，那怎么会有烦恼嗔火呢？你火烧起来的时候，那你就没在白道上啊。所以还是尽量的去克服自己的习气啊，尽量的去呢转化这样的因缘啊，那么尽最大可能的去增加自己，兼顾自己的信愿，然后呢相续的持名啊。没有办法，这里讲到的你说的很好，就是要咬牙坚持修净土法嘛，除了此法别无他法。法师，印光法师十念法是十口气念佛还是念十声？临终十念是十声念佛吗？首先我们跟大家讲，如果约临终十念啊，那是在经典里面讲到的，后来的也有大德们发挥的，就是临终不仅十念，哪怕临终一念都往生，这是约临终说的。遇到善知识，一念真信切愿心生起来了，就在那一刹那决定之心，那么往生都可以往生啊。
这临终十年是与临终说的，可以理解为十生啊。那么印光法师讲的这个十口气念佛法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印祖介绍过这个慈云忏主的十念法啊，这个是叫做这个晨朝十念法，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我也一直在，有时候弘扬这个，自己也在修，就是念十口气的佛，啊，洗涮完了以后呢，念这个阿弥陀佛身经色，完了以后呢，就一进一出一口气，一口气能念几声算几声，不一定是十声了，是念十口气，这叫十念法，啊，一进一出能念几声算几声。那么还有一个印光法师弘扬的法呢，这是他老人家啊，这个融会的一个方便，就是给有些人呢比较心容易散的，他说了一个十念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是你的意识容易神游跑出去吗？口念心散嘛，所以给你的意识派一个任务，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呢数一。南无阿弥陀佛，比如说你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知道这是第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是第二声，就这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到十，不能再十一往上数了，十一十二数上去还会散，再折回来，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折回来，就这样周而复始的十念十念的数，数完一组十再数下一组十，这个也是令祖印光法师说的十念法，有这么两种啊。当然你讲到临终十念，那可以是十声念佛，甚至是一声念佛，那个念是指的决定之念，决定信愿求生之念啊，这是可以。您如何理解我们每念阿弥陀佛圣号时是与阿弥陀佛同频共振？这个不要理解了啊，说与佛相通，你相信是与佛相通的就已经相通了，理解是理解不了的，这个是不思议法，不可思议的实相法啊，唯心所现法，念念相应法，你怎么理解呢？永远理解不了，我们理解的只是我们自己当下的烦恼和分别心啊，所以这个你信解就可以了，就跟佛相通了。尊敬的弘海法师，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越修觉得自己越差劲儿啊，越来越惭愧，越往自力方面努力，感觉不太想佛力，自己也非常想往生，也有信心，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吗？是对佛的愿力认识不足吗？四十八大愿我也懂，我想说这位同学你不懂啊，你不懂四十八愿，如果你四十八愿懂了，下面的问题都会一扫而光，冰释无碍。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修行呀，不能太自戒，它是一个慢慢的水到渠成了，渐入佳境啊。实际上你觉得自己感觉自己越来越差劲儿，也未必了啊，有时候可能确实是退了心了，那么有时候实际上是比如说你的觉悟高了，要求严了，那也会产生这种心态了啊。就我们以前也打个比喻，就跟写毛笔字一样，练毛笔字一开始写毛笔字还写得可以，越写越学越好像越恶心越差劲受不了了，实际上你把第一张毛笔字跟你现在练的比在一起，进步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那这个首先这个障碍要去除啊。那再一个呢，感觉不太想佛力，自力方面努力，这个倒是要调整一下，你怎么使用自力呢？要把自力用在对佛力的相信仰仗上，这就自利他利完美结合。你要所谓的利只有一个利，因为法界利心佛利就是一个利，那么你往佛力上仰仗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自利的努力最大发挥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想假如果你针对四十八愿懂，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希望还是深入的了解一下到底四十八愿给我们承诺了些什么，保障了些什么，提供了些什么方便。往生前你要知道多么容易往生，正往生的时候你要知道多么容易成就，往生以后你要知道多么容易入不退直至成佛，这三大福利你能掌握住尽在四十八愿的内容中啊。假如你真懂了，那这一切问题就冰释无憾了啊。请问无量寿经里面十八愿说的至心信要，至心信要的标准是什么？不能至心就不能往生吗？对的，假如果不能至心不能往生，为什么？至心就是指的一个真，
就是你真的相信极乐世界，真的相信有阿弥陀佛，真的要往生西方净土就考了。如果你这个心不真，就往生不了，感应不到就隔开了。所以说智心的最俗，只用俗话来讲，只要是当真就可以，就这么简单。一定要当真，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怎么说呢，经典里面的一种说法也罢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种知识准则啊，乃至一种预言的一种夸张啊，乃至是说在经文里的一种提倡号召而已，好像与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干系一样，这样就成就不了。你一定要对接着自己的心贴上去，当真，这就叫智心信仰。智嘛，智又就到了那儿了，到了那个地步了，彻底贴上去，信仰。顶礼法师，阿弥陀佛有临终接云宴，可是看公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一念之差堕落？你只看到有这么多人一念之差堕落啊，你也没看到有很多人一念之差往生了呀。你看公案，你居然这么相应，也这么相信，一个公案一个公案能有几个呢？你怎么没看《无量寿经》里面最后讲到说，他方国土里边几百亿几百亿的菩萨，包括小型菩萨都全部往生了呀？你怎么不往那儿看呢？你太悲观了，啊！有几个人这么公案稍微看一下，这么一念之差堕落了？你要知道，临终一念也有那么多人往生了。比堕落的要多得多，为什么？就是因为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啊。法师，请问阿弥陀佛以什么方式来通知念佛人？是睡梦中还是醒着的时候？某年某月某日来接引极乐世界，感恩法师，阿弥陀佛。你就不能问我了，你问自己，你念佛念到位了，自己就知道啊。这个就是但一心执持名号，自有弥陀来通消息，啊！你不要还一句半句都没有念，就先想着自知时至，啊！这个人家说的说还没有迈步，就想着我到了家里怎么到家里？先坐沙发呢，还是先躺床上？啊！这个要担了多余的心，啊！好，大概这次的问题呢就回答这么多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期望呢大家，我们刚才也讲了提问的一个原则秩序，大家能够在这个上面有深一点的认知吧啊。好，下面呢我们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那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精进，每日打卡，相续不断，最重要的呢信愿持名，这一生呢能够成就往生大业啊！阿弥陀佛。